继续来关心其他的消息。经济正过这核市场，估计今年年底要来增产了，明年要来试营运。不过按日本来一个专家来咱台湾探勘，是发现这附近真一条断层通过。不管是不是活动的断层，那是发生地动，强度会增加一倍半。不过台电呢是反驳，伊讲这款的讲法是不够正确。为日本富士产业大学来的学者岩坂邦雄提出家己实际到二地西港附近勘察的相片指出，核市场的附近出现真侪断层，核市场本身嘛起哩几啊条断层顶管，伊认为就算这断层唔是活动的，不过若真正发生地动，会造成更加严重的伤害。深度改革，1.5倍ぐらい上がります。因为核市场要在年底装燃料，准备试运转，这个新发现予环保团体烦恼核市场的安全问题。环保团体表示，今嘛规个核市场的耐震系数只有0.4G，呼吁台电离阿伯运转进程应该进行补强，把系数提悬到1.0G。不会有所谓太过安全的那种标准啦，有这种风险的存在，当然它相对的它的安全系数也就必须要提高。面对日本学者提出安全的质疑，中央地调所认为，然后透过目睭的来推断，安尼讲法无够准确。台电嘛一直保证，就算发生大地动，核市场的设计强度嘛会当应付。不过环保团体呼吁，台电应该公开透明公布家己是安怎算出来，接受各界的公平。顶客一句保证是无法度互相信的。记者林志坚台北报道。